个他听说最近要毕业啦，觉得有点悲伤，所以我先玩他好了，免得以后不能再害他。你以为热难结束是优白或是牛肉？太天真了，热难结束当然是要配鸭鸭子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，我当然是要放鸭山啊。Are you beauty？ 不是 beauty， beautiful or ugly？ 我先当范本，我先当范本啊！啊，这个画面太害羞了，可是有点模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然我不能再下来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呀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事故啊！我换一张照片啊。啊，我的美女的照片嘞。好，我就放这一张，我就放这一张。哈哈哈哈，这可以了吧？跟你讲，等一下每个人都这样子啊，哈哈，都这样子玩、哦。OK， 我觉得我也大致上有对进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不能拉更上去了耶！哎呀，哇哇哇，完蛋完蛋完蛋了！鼻子、嘴巴、嘴角，测验非常的完美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看是不是我就是完美，就是不一样，50分哎！跟你们讲，可可上一次只有5分，现在我成了最完美的女神了，我是颜值女神啊！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标准，我现在是50分，我是一个基准值哈。现在比我低的都是丑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要赶快看一下下一位。我们现在释放个男生好了，这个他听说最近要毕业啦。觉得有点悲伤，所以我先玩他好了，免得以后不能再害他了。少佐哈，来，让我们看看你在最后时刻，我要看你有多帅啊！来来来，少佐，你会很高分吗？哎呀，比我丑一点点，但是男生不太能比较，笑死！换个女生好了，很简单，最近刚出来的那一个。来来来，扎个后哦，这个比例差不多，这比例差不多，笑死！啊，完了完了，15号你完蛋了，他对鼻翼耶，你的鼻子就掉了，你没有鼻子。下一个要谁嘞？既然在场，那我等一下就找在场的聊天室在场的。You are ugly， 15号你只有21%，你是不是？最近没有睡好啊，笑死！下一位是谁嘞？既然在场，那我们就找他了啦，小傻傻。好，帮你脸对好了，鼻子，鼻子，鼻子，我找不到他的鼻子在哪里，救命！等一下。他根本连鼻子都没有。章鱼哥，我当然有鼻子了，我的鼻子明明就长在我的脸上。我帮你估计好，待在这边吧。要记得跟我说声谢谢啊，国王的鼻子。哦，竟然夏莎莎出现了，当然他少不了啊。但我觉得你分数不会比夏莎莎高，铁口先直断。哎，夏莎莎，有鼻子，你怎么没有？我分数明明是炭治郎的分数，炭治郎是给我加持，颜值呼吸，颜值呼吸。夏莎莎，看来没鼻子比秃头好。我应该取什么名字啊？虽然有点抄袭，不然我们就叫做濒临绝丑团。春雨不排除提高，知道大家最想看谁了？来 ，Q 版的就是你了。熊头，你的脸有点宽呢，我今天不太知道怎么对，怎么放啊？好好，勉强勉强这样，勉强这样，人家丑就没办法。是黑色的这个是鼻子的鼻翼，还是白色的这个黑色的？好。要准备评分，准备评分了！3、2、1！啊啊！原来熊头意外的是个大帅哥，哎，是帅哥啊，熊头！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，你只要头顶不要秃头就没有问题啦。平平子，我来看你是美女，上次那个眼睛大的啊，
眼睛越大，那个分数都越低。他对吧，黑路弱弱啊。然后呢，就零分。各位看好了哦，平平子跟十五号究竟谁会赢？跟十五号比起来，你们分数差的有点多啊。忘了十五号多少，差不多这样。傻傻，这里有一个跟你一样没有鼻子的家伙啊。好，玩下去了哦。还可以嘛？可以，兔鸡，你竟然是高分的那一者。啊，既然说要弄个大的，就一定要有个大的啊！啊，上次他哈只有五分啊，什么？我只有那个分数吗？所以我今天帮他续词，他如果还是那么低，我也没办法，那也没办法。噔噔噔噔，完蛋了！我 是这个不能留档啊。好啦，我再试一个帅哥，等我一下，帅哥来来来来，我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帅哥。可可对帅哥免疫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办法直接用很主观的感受去说这是不是帅哥。三、二、一，宝宝啊，果然是帅哥耶！不过阿扎49分，至少我这里不会被烧了哈。来，各位，我知道你们最想看谁了，来，乐奈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！啾啾啾，好了。啊，还可以嘛，30分，好吧，那你就可以离开了。你不够丑，等你下次丑一点再过来。说到乐奈，我们就不能少他。雅雅桑，你以为乐奈结束是优白或是牛肉？太天真了，乐奈结束当然是要配雅雅桑。我要看到血流成河，我当然是要放雅雅桑啊。还有嘴巴对的还不错哦，看来你是属于帅的那一个。如果真的不够帅的话，那你就……哎呦，帅呢！乐奈30分，完了，我要帮你血流成河啊，帮你开战，帮你开战，我帮你引起那个战争的引导线啊，帮你开红。上一次玩几乎一片都是15分以下，哎，大哥没有输。来说好的右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反正华音跟浮云都不会来看，我觉得现在是 safe 的。来，有白归魂呢！我本来想要大笑的，可是我现在脑海里都是只有咪鲁的4分跟草林的3分。有白之后会有谁嘞？那如果就是你，我看你会比有白漂亮还是？如果你分数比有白丑的话，我就要拿国栋的照片来测了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步骤了。哇，28，28，28，28分真的太高分了，这样不够丑，不够丑，期待你的再次挑战。既然有人耐住，那就一定要有这个啦，于娜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有端正哦，这个等一下分数可能会蛮高的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吧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的审美观。我觉得很高分的通常都没有很高分。14分，哎呦，就是你了，丽泰啊。不对，丽泰要女性，不可以用男性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丽泰这个不太敢看她的分数。你还好嘛，海豚能套用人的审美观标准，不太确定，也试试看。不行欸，我这个光生动我都不知道怎么对，还没有嘴巴的那个边边，我要怎么对啦？哎呀，丑爆丑爆丑爆了！我，这是侧面的图，为什么你会有66分？侧面照通常分数都还蛮高的，来看一下究竟会几分？15分。等一下，秋可会是几分呢？小声又会是几分呢？我要看到姐妹戏体啊！马上秋可，马上秋可，秋可归婚13啊！接下来看这个啦，猜二嘛，先猜11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搞不好真是11哦。啊！出现了，姐妹戏强要开始了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哦！我还再测一个。来，
摇啊摇啊，你好像正在放大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就帮你用一下。来，嘴角对好了，下注喽，下注喽。好，至少我们确定宠物都零分。我的外貌啊，好像剩这一张。鼻子对不大，鼻子拉不过来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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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美呢！以后就不能再玩这个，这个测验真的有问题啦，肯定是有问题的啦啊！